那肯定啊，她是我从美国回来以后见过最美丽、最聪慧、最可爱的女孩。我们俩一见如故，她是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？女朋友。 医生，葛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葛青，葛根的葛，青草的青。你好，您请坐。好，谢谢。服务员，来一下。先生，请问需要点点什么？您肯定想吃什么，随便点。我都行。 我现在还不是很饿，你点吧。哦，不饿。那我点了。嗯。问一下，您有什么忌口吗？嗯，不太能吃辣的。哦，不能吃辣。好。来一个酸甜脆酥肉，豉油罗马生菜，再来一个青瓜半桃仁。好的。好，谢谢。请稍等。哎，来喝点水。 阮医生，我听说您在北雅医院上班是吗？哦，没有，我在西城医院，北雅医院只是借调而已。哦，这样啊，也挺好。我呢，是对医生特别崇敬的。是吗？对，是的。我对老师也很尊敬。是吗？哎，葛老师是学什么专业的？ 我是学生物专业的。哦，这医学和生物是一家呀？对对对，一家。这样咱俩以后有很多的共同语言。我其实以前都没想到我能当医生。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生物嘛。你知道生物和医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们整天研究细胞细菌。 慢点！爸爸，你看，那是我妈。我跟你说啊，在美国那会儿还有特别特别多好玩的事情。是吗？对，待会儿别乱说话啊，不能叫妈妈，知道吗？她是我妈，凭什么不能？听我的，以后我慢慢跟你说。 讲，阿姨，在这儿干嘛呢？我每周都要来学画画。阮医生，这位是？哦，他是我北雅医院的老师，姓宁。姓宁啊，宁老师您好。哎，你好。 我叫葛青，葛根的葛，青草的青。我是阮医生的朋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干嘛呀？那个戴眼镜的叔叔是谁？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你这个问题？你是不是在跟他约会？小不点儿，懂得还挺多。宁老师，特别巧，我也是老师，不过我是大学的老师。哦。 在哪所大学啊？我在南湖大学。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就在高校任职了。有些人说，当老师没有出息，但是我呢，我不喜欢你这种我抢的生活，我喜欢那种安稳的生活。您不也是大学老师吗？算是吧。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对了，宁老师，小征在医院表现很好吧？小征，阮医生。 啊，小征还不错。那肯定啊。
她是我从美国回来以后见过最美丽、最聪慧、最可爱的女孩。我们俩一见如故，她是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？女朋友？上个礼拜还跟我们说单身呢。我们俩刚在一起时间比较短，可能她还没通知大家。 对了，聂老师，我听说咱们北亚尽职称特别难，是吧？嗯。哎，我看你也就不到35吧？34。你看34吧，所以当个主治就很不容易了，因为你们医院不像我们学校，是不是？破格的机会特别多。你像，咱俩岁数差不多吧？我已经是副教授了，虽然说进的也不容易，但是总算是成了，是吧？ 我要带孩子上课，一会儿来不及了，先告辞了。哎哎哎，别！既然碰见了，咱们一起约个饭。我跟小征，请你，谢谢你那么照顾他，把小征的师母也叫上。师母，就是您夫人，小征的师母。好，没问题，说定了啊，说定了啊，宁翔。 跟叔叔阿姨再见。叔叔阿姨再见。哎，再见，真乖。爸爸，你走错了，是那边。对了，小征，我跟葛根老师约好了，下次带着你师母一块吃饭。葛青，青草的青，记住啊。啊。连我名字都没记住，走吧。 看来，刚才我看你都不怎么跟宁老师说话，好像你跟他儿子关系比较好。小孩子都比较黏我。对了，你还要在北亚接调多久？一年，已经过去3个月了。哦，这样，下半年，要不换一家医院接调吧？那家医院呢，可能比北亚稍微差一些。 但是我在那家医院认识一个副教授，总比你跟着这个主治医师要好吧？你说他是主治医师？他不是吗？他是教授、副主任医师。怎么可能啊？不是北亚的副主任医师至少要40岁以上吗？